由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所举办的基隆2022年的艺术春风走透透的活动，头一场伫咧安定区进行开幕演出，透过趣味的表演方式，吸引1000多人到场参观看。啊，即摆拢总有33场的表演，用以舞台车形式巡回大台南各地区，将艺术带入台南的每一个角落。由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所举办的2022年艺术春风走透透活动，首场是伫安定运动公园内球场进行开幕演出。现场福尔摩沙马戏团表演潘朵拉的盒子，继而特技杂耍、高跷、倒立等项目，趣味笑亏的表演方式，吸引1000多人到场观看。今天是预计1500个座位，但是所排下来的将近1000个座位都坐得满满的了。所以对于艺文活动来讲，在台南来讲，确实是我们人民都非常喜爱的。也是期盼我们市政府文化局未来能够常常有艺文活动到我们安定区下乡来给我们欣赏。在表演找人特技的时候，表演者不时也制作紧张甲趣味的动作，来甲大块小朋友甲家长做互动，精彩演出也带予大家叫声连连。因正不时鼓掌来表达敬意，也希望艺文活动会当经常下乡来做演出。这种艺术活动还蛮好的，在这边对啊，然后就是可以让家就是亲子一些互动嘛，对啊，都还蛮好。体育文化局表示，艺术春风走透透，对3月5日到6月12日为期4个月，总共合计有33场表演活动，将以舞台车形式巡回大台南各地区，将艺术带入台南市每个角落，让艺文活动会当亲民来做演出。不过，在防疫期间，现场实施单一出入口，并且全程戴嘴安、十连制、量体温、酒精消毒，佮禁止饮食来保障市民的安全。记者肖建伟安定区采访报道。